久，我们终于抵达了，就是这间。可是现在是8:30，它9:00才开始，所以我再等一等。我们是今天的第一个客户，在后面。好吃啊！形容多一点呢？不会形容哎。麻婆不一样的是，它的芋头是可以直接看到的。先试一下它的汤。还有点甜甜酸酸，这个味道是蛮不错的，蛮不错的，算特别，算特别。OK， 现在我吃他的饭。我们本来是打算吃他的饭呢，是比较特别，因为我之前忘记去哪里了，要看回我那个视频。我也是在槟城的附近吃过这个饭，可是他们讲这边的更好吃。他的饭就是跟麻婆的有点不同了，麻婆的芋头是你看是一粒一粒的，可是他这个是一盘在这边，一堆在那边。算是不错，好吃，够香。人家来吃芋头饭，他来吃白饭，他是干嘛的？你看，没有好好教。